出使西域，是从呢他的自己的这个的国家去到其他的亚洲地方，同埋通至欧洲，成为你哋熟悉的丝绸之路。但是我哋今日一起学习，今日还是刚刚主席所读的，思考我哋的生命之道，筹划再踏前路。我哋一起祈祷好冇？主在我哋呢个人生的路上，如果冇你的生命之道，我哋真系唔识点样再踏前路。求主能够藉着我哋去思考生命之道，能够真正筹划我哋点样行我哋前路。咁祈祷，托赖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我哋去思考今日嘅经文，第一个思考就系我哋的身份。在这个经文里面是有几个的字呢，希望大家都是留意的，特别是第三章第一节，他说使徒约翰跟我们说，我们称为神的儿女。再重复一次，我们真是神的儿女。不知大家有什么同感呢？使徒提醒我们，当我们承认耶稣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，我们身份就改变了，不单是基督徒，还更加是耶稣的门徒。我们可以称我们的上帝为阿爸父，他也称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是真真正正的神的儿女。或者我大胆举一个例子，是我自己作的。当夫妻彼此高度的声线，激烈讨论自己有关儿女的问题的时候，丈夫时都这么说，你看看你的女儿十足似足你那么奄尖啊。妻子当然反复啦，即刻就回敬一句，你又看看你的仔啊，学足你咁霸道啊！依都系虚构啊！如果有雷同，属实我意料之内嘅。点解丈夫唔可以讲将女儿嘅奄尖改为妻子？你个女儿真系精益求精啊，似足你。点解个太太唔可以讲？将个儿子嗰个霸道改为丈夫，你个仔真系好似你一样独具慧眼。可能大家仲未发掘到嗬，我希望将来就快结婚嘅弟兄姊妹，我拜托你多啲，如果做姊妹嘅多啲去认识你未来嘅老爷。如果做弟兄的多一点看看你未来的外母，这个就是你将来的丈夫将来太太的写照，这个是我作的。是各位弟兄姊妹，很老实说，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，由小到大都受到爸爸妈妈的感染，不多不少都有去影响。但是亦有很多人说，哦，因为我们的儿女有我们夫妇的 DNA， 就是基因。各位，如果是有父母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儿女的基因，如我哋系神嘅儿女，我哋究竟有冇神嘅基因？我哋第二个思考就系，我哋神赐俾我哋系有咩基因？亦请各位留意
荧光幕上的经文，它的基因就是神是公义的，祂是无罪的，祂是可以消除魔鬼的行为的。神的道使我们是可以永远存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即是换句话说，我们真的有祂的基因，我们神赐给我们的儿女的名分不是浪得虚名啊。请各位留意，我们是拥有神的真实的基因，刚才所说的就是公义，因为神的公义，我们因为祂为我们罪的缘故钉在十字架上面受死复活，除灭魔鬼的作为，成为终极的胜利者，使我们的罪赦免，得蒙得救，再次重新做人，成为义人。因为神 的生命之道的种子是成日是都流传在我们的心里面，这个种子就是最重要的基因，存在我们心里面，不但存在还发芽生长，是全天候24小时引导我们，提醒我们要行公义，不要犯罪。既然我们思考到神是我们的阿爸父，又思考到神赐给我们这样的基因，究竟我们如何去策划成全，将神的基因能够发扬光大呢？里面有几个重要的词汇，亦希望大家留意，我们怎样可以得到神的基因能够发扬光大呢？第一点是住在耶稣里面，第二点就是洁净自己，第三点就是不要犯罪，第四点是行公义，第五点我们讲话什么？不能犯罪。但希望大家如果你懂得英文的，看下这些词汇的一些的原文的解释。他说在这个不犯罪的时候，就是说持续的犯罪，凡犯罪的里面讲就话唔好继续再犯罪。头先第九节又再讲啦，就不犯罪。我哋唔系话好自然嘅，我哋唔犯罪就唔犯罪，系唔好继续犯罪。不能犯罪唔系话我哋唔能够犯罪，系我哋唔能够继续去犯罪。我再解釋，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，有什麼的秘方，或者有什麼的做方法能夠可以做到呢？就是2章28節，住在耶穌裡面。什麼叫住在耶穌裡面呢？我們看回約翰一書第二章第六節，第二章第六节这样说，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，就该自己照着主所行的去行。即是换句话说，行事与耶稣所行的一样，是这个先决的条件，好像耶稣的一样的圣洁，不犯罪。不但不犯罪，即时不持续犯罪，或者不继续犯罪，像耶稣的公义一样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想大家都可以明白，不犯罪或者不持续犯罪，似乎是好像很难，
但是我们知道是非常重要。很可惜，我们星期六晚上犯罪，早上起来到教会去求神将我的罪清除，晚上再与魔鬼埋堆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左手握住魔鬼，右手拖住耶稣，这个是不可能，迟早都会精神分裂。以下都有一个提醒，让我们学习一边犯罪一边祈祷，各位有三种的后果和情况，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一次彼此的提醒好吗？第一点，因为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，祂一定是会提醒我们，当我们决定或者计划做一件事的时候，如果是产生怀疑的，感觉神是好像不是很高兴，是去这些地方神成是在我旁边的，哎呀神啊，你走开一边，等我入了先出回来，你先跟我一起。如果是有这样的反应的时候，奉劝我们能够再次重新的考虑一下。第二点，很不幸地我们真的做了，真的犯了罪了，好不安乐，被圣灵的责备，求神赦免之外，我们必须 在神面前立志下不为例。第三点，最不幸的点就是说犯了罪毫无罪疚感，还是很可能越犯罪越有乐趣。敬请如果这群的弟兄姊妹真的好好反省，为什么我们会变成如此地步呢？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至二节，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一二三，圣灵明说，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，听从那引诱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，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，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烙惯了一般。我真是期望神，我们中恩浸信会每一个弟兄姊妹是被热烙惯了一样，是对罪是毫无反应，毫无罪疚感。愿神祝福我们的教会。我一举个例子，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名医告诉你 Anthony 我是世界上最好的名医，你怎样伤害自己，怎样去做你自毁的事，我必定是医好你，还必定使你是完全不会有残废。如果有人这样跟你说，你会不会自己去伤害自己？你伤害自己就证明这个医生是不是真的医好你咯？你当然不会做，你不是不相信这个医生，是你伤害了之后他可以完全医好你，完全 是不会有残废的迹象。但是你为什么不会做呢？因为你说你不想是经历了无谓的痛苦，留下一些永远不能够磨灭的伤痕。各位弟兄姊妹，神就这样跟我们说，我们如果是继续犯罪，有同样的结果。很多未认识神的朋友曾经都质疑过我们，你们班基督徒犯了罪就可以求神赦免就搞定了。不要忘记，我们需要承担犯罪后的后果，或者是
应该接受应得的惩罚，还会留下一个很难修补的伤痕。所以我们要防范被人引诱误入歧途。我们没有错，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软弱，必须，但是也必须避免提供虚假信心的人欺骗。不用害怕，犯了罪之后就求神赦免。请各位反问自己，你的心是否曾否见过耶稣？你的心是否真的认识耶稣？或者我再举过一个例子，有一个81岁的啱过世的，因为我都老啊，我唔叫老鬼啊，我哋叫老先生好唔好啊？当佢过身的时候，佢嘅女儿入到佢以前系喺 在世的时候，系完全唔俾个女儿入去嘅房间里边。咁女儿话：我唔入啊，唔入咯。当佢死咗之后，佢入到去吓咗一跳，原来发现佢爸爸同佢妈妈留下好多嘅保健嘅食品，摆满床上边、衣柜顶、地板上，仲揾到两份呢啲保健食品嘅公司嘅承诺书，内容就系、是：如果你购买我哋公司嘅产品，如果你真系满咗100岁嘅，可以獲到我哋公司送100萬嘅獎金。如果你兩夫婦都能夠活到100歲嘅，就可以獲得300萬嘅獎金。當然，佢爸爸相信可以自己可以活到100歲先至去買啦，但係81歲就死咗，都可以理解嘅。但係有三件事。这个女儿是完全不明白为什么她爸爸会这样做。第一件事，她爸爸和她妈妈五年之内将一生的积蓄10多萬全部买了这些健康的食品。不但如此，她每月的4500元的退休金也全部买了这些健康食品。为什么不知道？第二个是不明白的，他不但是这样，他因为将他所有的钱买了那些健康食品，就没钱生活了，就向隔离邻舍去借，借得多，隔离邻舍就不肯再借给他了。但是他有5个的仔女，他不敢说，有5个的仔女不敢说。那个女儿说：爸爸又为什么会这样做？第三点最不明白了，那些保健品、保健食品是摆在那里的，有很多没吃过的，已经过了期了，究竟他买了之后又不吃又不拆开，又过了期仍然摆在那里。各位弟兄姊妹，神没有要求我们买，叫我们买什么属灵的保健食品，他只要求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洁净自己，不要犯罪，行公义。神的承诺没有保证我们有100岁，更没有保证我们能够拿到100萬或者300萬的天国的奖金，他只是答应我们有一个永远的不朽坏的生命，无期限，永远有效。我们是不是愿意一生信靠他，藉着这个生命之道的承诺，能够行去走要我们走的路呢？
重生之后，生命之道就要好像基因圣灵，好像种子，是存在我们的心里面，让我们继续住在神的里面。拜托不要继续犯罪，是不能够再犯罪，神的圣洁和罪恶是相对的，绝对是不可以并存的。第四点，丝绸之路，我们是的目的是什么呢？经文为什么说，为什么会说世人不认识我们呢？又为什么我们怎样可以似耶稣呢？更加为什么我们 在神面前是会惭愧呢？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了，神赐给我们一种无法衡量的爱的方式。这几段经文意味着三个很重要的信息。第一点，这个重要信息就是世界不认识我们，因为他们不认识基督。为什么世界不认识我们呢？就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真是蠢得不交关，所以他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就觉得我们很愚蠢，所以他们不认识我们、希望你转 PowerPoint， 麻烦。第二点，我们必须是认识耶稣，必须是似耶稣。我们怎样似耶稣呢？第二点，我们将来如何，虽然还未明显，但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必要像他。但不要误会，我们不是成为神，乃是他的形象，是似他的形象。以弗所书第四章23-24节这样讲，就是叫我们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。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。这个 神的形象就是代表什么呢？就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这个就是神给我们似他的一些的要求。第三点，他说显出神再来的时候，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就显出哪些是神的儿女，哪些是魔鬼儿女。行不义的，就不爱弟兄的，在主面前必定是惭愧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不是单单你和神的关系重要，于是我们和隔离的弟兄姊妹、坐路的弟兄姊妹的关系都是这么重要。如果不是，我们怎么像耶稣呢？更加我们在主面前是必定是会惭愧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今天大家要做一个决定，你愿意成为耶稣的儿女，还是成为魔鬼的儿女呢？回想西汉张骞出使西域，曾被匈奴囚了40年，但他囚了10年，10年之后他卒之，是逃脱了。但是他逃脱了之后，
他仍然有信心，一定继续再向这个西边行。不但是十年之后，他可能不知道自己中国的情况怎样，但他有信念继续出使他的西域，由匈奴的地方再向西行，去到欧洲，闯出今日的丝绸之路。那位81岁的老先生愿意付出一切的财产，一切的能力，去购买这些健康的食品。他们两位为什么那么有毅力，那么有信心？我们那位老，特别那位老先生，他竟然可以自己认为可以拿到100万，甚至300万，他更有信心，就说他死之前这间公司不会执笠的。他们的信心建基在哪里呢？如我们向神的信心又建基在哪里呢？回想耶稣亲口都曾经有一个承诺，圣经当中有40多位作者见证话给我们听，这个是真的，这个给我们一个信心的保证。但是在过去2000多年，那些不可胜数的无名的传道者，为了神的缘故牺牲生命，放弃很多很多的世俗的东西，他的信心又是在哪里呢？他们的行动是否肯定了神对神的信心，对于这个生命之道的信心呢？倘若我们今天仍然是犹豫的，我们信心真是比张骞都不如，更加不好跟这位81岁老先生相比了。我们真是信心真是少之又少，我们只有今天开始做一个决定，你是否愿意去决定怎样去如何去选择我们的丝绸之路呢？我们大家都很喜欢，特别我们这些比较上年纪的，每年都可以查看自己的身体有什么的，没事都要去查看。我们对我们的灵命的健康有没有东西去检查一下呢？如果检查今天开始好不好？这个丝绸之路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走到的，我们是各位弟兄姊妹靠圣灵靠主的能力，我们一起去行，藉着思考耶稣给我们的生命之道，齐心好像今年我们教会主题能够决意做祂的门徒。而今我们开始一起起步好吗？圣灵是会引导我们前面的路，就是在乎你是否愿意这样做。如果不是，到神再回来的时候，你就是惭愧，自己拿苦来吐了。我们低头祈祷好吗？主，今天让我们有机会思考你的生命之道。我们的生命之道和我们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，不 是空中流角。求主，我们一生一世住在你的圣殿当中，我要一心一意的寻求你的面，如我要不惜一切信服你的旨意，尽情地献上自己当作活祭。我这样祈祷
托赖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